呢个要攞计数机计喎，睇下先，六嘅三次方系嘛？五十二，其中一个系五十二 ，OK， 记低佢先，五十二。其中一个咧就系八嘅四次方除以三十二嘅二次方嘅结果减去三，依好似计错咗。唉，唔知啊，先计先写咗先啦，一六三八一我计到。好，這個、呢个咧入侵者居然入到呢度，仲想知道密码，睇我点消灭你。好，哇，呢只啱晒，降系煤炭龟。阿布，哎呀，我咪用错呢嘢，系咪纯火系呢只？我记错咗应该。好，系嘛？喷火，喷火，欧云眼，转一转先。喷瀑布，喷瀑布，搞掂。五位数字，只知道咧四同六，其他我真系唔知啊。咩话？前面两个数字系四同六。OK， 好。五位数字嘅密码，五位数只知有其中两个数字，应该仲有其他嘅密码又喺度嘅，系啦，我唔相信得一组密码，应该仲有其他密码会喺度，所以我要一次我先揾晒所有密码先。好 ，OK， 好啦，我哋再睇下边度有密码啦，呢度去边噶？呢度应该有啊，呢度应该会有密码。好，问咗呢条友先。门打唔开，梗啦，因为门需要咧，只有火之兵员知道嘅密码。可以喷射。超力王，地震雨啊！近拳击，死啊！好，呢只，哎，呢只要用火打。呢只虫，阿喵虫，火，搞掂。有啲咩密码？睇呢个密码唔知道，杂兵嚟。你想做咩啊？呢个冇密码，有嘅只有 K 大人嘅数据，冇密码。靓仔话虽然觉得咧麻烦啊，但系咧搞乱嘅一定要解决啊。费列托斯、尼多王、地震鱼、真、奇伦奇、哈鲁加，单打就冇问题啦。呢啲，呢只麻烦咯。好，用帕布布网状冇问题啊，网状。搞定啦！被眼神好凶嘅红色长发收你得好惨，入侵者居然阻碍我工作，边个阻碍边个工作啊？而家系你阻碍我工作。恶兽犬、大狼犬，一嘢搞掂晒。OK， 第一个数字会唔会加埋起佢咧？但系唔系，佢话四同六喎。四六五二一啊，唔错，唔啱喎。唉，再问问先，大王。你需要呢、這个？哇，眼镜喎、啊，俾。而家要谂啦，又系推理题。有冇啲咩？有冇啲咩资料提供啊？喂，唔好变呢啲色啊，唔得。唉，好烦啊，系咁变呢啲色。唉，正常啦，终于。五位数只知道其中两个数字，直接话俾你听，直接其中两个数字，即系话唔一定系嗰，唔一定系排次序啦。六嘅三次方除以三嘅二次方得出减去二十，即系五十二。另一个数字系八嘅四次方除以三十二嘅二次方。呢度要点样计啊？究竟啊？系咪有分？有分有啲咩先乘除有加减？应该唔会啊！四次方我哋计咗先啦，三十二嘅二次方先啊。哦，我知啊，三十二嘅二次方先要计，一零二四系啦，除一零二四，哦系啦，得，我知啊，好得搞掂啦，我知啊啲密码。我就估到啊，谂到先情随后加减，其实应该数字呢、這个对数字叻嘅应该都知嘅。第一个系四、六、五、二、一，啊唔啱。
啊，六嘅三次方除以三，我呢度要计先。我又系先乘除后加减，三嘅二次方九，六嘅三次方，六嘅三次方。再除九减二十，黐线唔系五，唔系五十二系四，系啦。哦，呢度系四同六，一个四六，一个四一，咁呢个几多啊？四六呢度应该要问人，我觉得呢、這个钢布兰斯呢、這个咧。有冇其他答案啊？应该有啊。呢度有冇啊？密码锁有冇人知道答案呢？因为我而家知道四六，但其他嗰啲就唔知道。唔紧要啦，照试一试先啦，逐个逐个试啦，唯有呢度四六四一四，喂啱咗，咁都啱，一嚟就啱。三年冇见，我并冇谂到你会嚟到呢度。讲真，我见到你咧好欣慰。废话少讲，笨蛋老爹，笑死你！只三年点解而家又出道啊？啱。曾经建立嘅组织啊，俾嗰啲训练家瓦解，而家又打算卷土重来。你唔系话过话你全世界最强嘅咩？结果咪输俾阿赤嗰个训练家。你仲未理解啊？如果人咧唔接受失败嘅话咧，系冇办法继续前进。曾经嘅我咧冇办法使组织发挥全部潜力啊，所以我咧解散咗组织，继续前进，继续咧要自己变强。成功咧能够重新发挥组织全部潜力嘅人，从而咧领导组织统治一个地区。咁又点啊？到头来你所谓嘅组织啊，不过只不过系咧聚集俾你弱嘅渣渣咋，所以我绝对唔会好似你咁嘅人。呢啲年咧我已经变咗变强好多，就算击败你都不在话下。而家咧就等我推翻你啲狗屁理论。但系你咧仲未清楚组织所拥有嘅力量，我唔会出手。阿波罗，等我见，俾我个仔见识下组织嘅力量。初次见面银弹以后，如果银弹咧同出面嗰班训练师需要阻止我哋火箭兵团复活咧，咁属下不得不出手，失礼啦。就凭你，你条友啊，睇你一面蠢样就嚟到呢度啊，又系呢个搞笑小鬼啊！唉，嚟啦，参战啦，准备。果然又系嚟咗，阿典娜、阿波罗俾你见识下火箭兵团力量。哇！一嚟两只黑住我，走得干鸟先。喂，你搞掂未啊，友仔？我个未打化飞，好得。电鬼摇篮花，我打摇篮花。哇！俾人吸死咗啊！你点睇啊？你诶，搞掂摇篮花。磁碟呢度走走先，佢应该会用雷技，我用地震雨，我用地震雨。哇，高压水泵又有阿布，我打电鬼。哇，信号光速死埋 ，hello 噶，火喷，攀岩死埋，叠衣背啊，系呢个奇异花，哦死得。诶、欸，瞓到，但我都死埋，个尾打 KO， 哦死咯，唔够抽，哇佢全队都劲重嚟噶，首先用纱布掩护自己，令到自己嗰啲嘅特防大幅提高，之后再用啲攻击手，跟成队都系天气队嚟嘅，就可能打夜魔，有怪应该。先转一转精灵先，一嚟又系班吉拉同埋一只化飞，咁我直接用水技打啦。四六四一四，好 ，OK， 准备啦。其实我换呢个物攻呢一个砖内头巾会唔会好啲咧？冲浪，好，一定要杀咗班吉拉先，搞掂。电鬼摇篮花走得，转做转衣背，亿万吸收，
叶印斩打电鬼，好急动拳，你搞掂未啊？嗰只，哎，搞唔掂啊！呢只出到嚟，火降都出埋，仲九十五咧，火降一定杀我只伊贝，冇得打喎，好似转呢只咧，唯有交叉前，仲用大火添佢，走一走啦，又转干了今次，啊！地震啦咁，钢炮，哎，杀我只火钢先 ，good， 地震，逆轮，哦，杀，哎呀，摇篮花，咁都杀唔死，唉，钢鸟咧系钢鸟啦，奇异花都得，奇异花，催眠只地龙，催眠唔到。咁嘅话，一伊贝出嚟啦，要伊贝出嚟，你搞掂只地龙佢啊，唔该你。哇，仲要俾佢喷到火，好嘢！干了，杀河马，杀死河马先。哇，你黐线啊！我喷些飞碟先，大致烧死得。仲有海游兽添，催眠海游兽先。喂、哎，催眠得靓，巨沼，催眠巨沼，液态美，超铁暴龙。哇，烧伤咗，唔怪之一瞓唔到佢啦。打只海游兽，唉，玩完，好劲哦，黐线呢队。睇嚟我要食呢个神奇糖果啦，呢个准备。好，先试一试带呢一个诸葛维根先啦。地震雨，我因为我一嚟要用地震雨，用佢嚟打头阵，打呢一个嘅班格拉同埋化石飞龙。嗯，嚟啦，好。攀瀑布直接打化飞，好得。攀瀑布打班格拉 ，OK。攀瀑布打地龙，哇！呢度要走啦，摇篮花一定搞的，吸收一下。伊贝，逆轮。叶印斩打摇篮花，急动拳好啊！哦，呢只都出咗嚟啦，就得转做呢只地震，靓波，两只都怕地面，草成杰唔惊啊！草成杰再开地震，杀咗只企鹅先，好，我换纳布，叶印斩打电鬼，龙武 ，OK。二运斩打沙河马，佢都几犀利。佢之前嗰度已经有只班格拉，之后后屘再佢另外即系佢两条友噶嘛，另外嗰条友又有怪河马，嗰只河马咧嚟持续翻个天气，即系点讲咧？佢系防止你会有其他天气会影响佢，系啦，所以就放多只咁样，其实几好啊！呢个手段唔错，又学到嘢咯。打呢个绝对环真系学到好多嘢会。呢度换只，主要仲争啲咩咧？唔记得喎，出老家啦，出咩好咧？出老家，得翻一只，系咁你输啊你，输硬啊你，奇异花，逐流，瞓啦你，啊瞓唔到，瞓啦你，哎吸紧阳光，原来我头先，唉冇啦，佢输啊喺度，唔使睇，二输。第二玩了又一次输俾呢个小鬼手上，真系不愧系银大人啊！不愧系板木大个仔，我输咗啦。阿银果然几年冇见，成长得非常唔错，对精灵嘅使用咧确实相当有一套，但系咧远远未够。呢、這个就系你想讲，我会你击败你，然后剪答你嗰啲废理论。
之后再同你倾。而家必须了结嗰个咧阻碍我嘅训练家。之前都警告过你，如果你再嚟破坏火箭兵团嘅计划，我会亲手解决你。而家就等你好好见识一下，作为火箭兵团嘅首领，可以带俾你咩样嘅暴虐？最强板木嚟啦！究竟会系点嘅样咧？应该都系啲超强神兽嗰啲啊！沙河马嚟，咁就死得啦！我乜重都冇呢度，我估唔到要即刻打板木啫呢度。一系地震，一系落钉，多谢地震，分一招咁样打啦，唯有。哇，佢都血都回得几快啊！隐岩。化飞飞行技干了，哇咩技嚟噶佢啊？阳光，哇系电鬼喎、啊！哦呢只先，唉死啦 ！Hello 加换我波动都唔死，不过佢惊化飞干了阳光，哇打唔到佢咯，我波唔得。系你输咗啦，搞笑嘅训练家。只不过我应该点样处理你呢？呢、這个系咪一定要输噶？应该唔会，我觉得唔会。到此为止啊！板木，火箭兵团嘅首领啊，我嚟做你对手。好多委员会派嚟嘅殿堂级训练家，正好正想见识下身为冠军嘅力量。大阵风，为咗成都地嘅安全，必须喺度打到你。跟住点啊？阿道又输咗啊！板板板，帮帮帮，滚啊滚啊滚啊！点啊？最后哇系咁大战三百回，好哦！大阵风死咗，咁可能噶？我居然会输俾一个委员会训练家，早于三年前输俾赤嗰个孩子，睇嚟我做嘅修行仲未够。巴木大人，好抱歉啊，雅典娜阿波罗，呢个系我身为首领嘅责任，而家仲未够能力。不足以领导目前的火箭兵团复活，所以放弃今次复活计划，然后解散而家嘅火箭兵团啦。哇，咁儿戏嘅你班友，巴木大人呢一、這个抱歉啊，我哋都输咗，呢个系事实。唔好接受眼前嘅失败系冇办法前进，唔单止系我，仲有你哋。作为干部所具备嘅力量咧，仲系远远不足，所以咧今次同上次系唔一样。今次我必须同你共同前进、进步、变强。你哋愿意跟随我吗？当然啦，巴木大人，我哋继续跟随你嘅呢场斗争，睇你赢咗，火箭兵团咧就会喺呢度解散，但系总有一日我会卷土重来，而且带住更加强大嘅部下。另外银睇嚟咧已经冇办法回应咧回应嘅你嘅战斗，不过好快我哋咧会见面，我仔就咁啦，再见。切，好，切就咁就离开咗，咁我留喺度冇意义啊。睇嚟你结束啦。一收到火箭兵团解散嘅指令之后，大部分咧队员咧丧失咗斗志，个人佢哋眼中嘅首领咧仿佛神一样信仰。得知首领战败消息，其他咧已经无心迎战，已经被警察拉咗啦。头先咧同我战斗嘅 K 咧见形势不妙，即刻走咗啦。好，黄金城嘅危机咧得以解除。如果唔系你同头先红发咧提早嚟到战星干部咧，大概事情唔会顺利。米之水晶，好一点都不心痛。电系精灵喎，要解救佢哋。二四三六 ，OK。二四三六，唉，如果齐精灵应该可以打得赢板木，老实讲，如果齐精灵应该可以打得赢，我觉得。二四，咦唔系呢个点入啊？到头来呢个都系唔知点入，系啦。呢、這个二四三六，哎，揿错。二四三六，得啦，正确，师傅先。好呢个点搞啊？呢个唔系捉嘅，应该要解除装置呢、這个。哦，系啊，要捉嘅呢度。我记得好似系劲重嚟嘅呢啲，捉咗佢先。精灵球，奇异花，好试下直接用大斯卡拉捉唔捉到呢度？捉到喎！哇，咁鬼难捉嘅呢只嘢，黐线喎！我掉咗卅几个球都捉唔到喎。啊，算啦，呢度唔搞佢啦，释放佢之后算。好，走啦，难得到咬啊呢度。啲火箭兵团咧难打到，尤其是要打四个嗰度，谂到我头都爆。板木呢度好轻松啊，好开心，唔使再谂啦，终于太辛苦啦打呢、這个。
死太多老細包，去找翻小茂，去打呢个道馆战系嘛？好，上半师应该就系呢度啦。咁好似唔系喎，又唔系呢个呢度咧？呢度其实行唔行到噶？呢度都行到噶嘛？但系有咩打？哦，呢度系去白银山，我记得啦。白银山有冇得过去啊？咦，过到喎！白银山唔俾人过去，下面要打埋四天王先得啦。OK， 睇下先，而家系山吹士。山吹士应该阿哪吒，哪吒未打，哪吒喺呢度啊，好似系哪吒喺呢度。哇，条唔使变得变得咁快啊！好，我哋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下集继续打哪吒，拜拜。